化身小小厨师，面条加入新鲜蔬菜快炒，一碗道地的印尼炒泡面吸引许多人的目光。散发最萌魅力，花莲慈大附中幼儿园的小朋友发挥自己的力量，举办大爱心相印木心木爱活动，想要帮助印尼的灾民。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些灾民，怎么让他们能够有家，然后让他们能够有学校可以读书。那透过这样一个课程引导呢，其实启发孩子的善心跟悲心，他们也开始真的手心向下，自己有自己的力量，想要去帮助别人。发自内心唱出祈祷，希望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能平平安安。主要细汉哦，都爱教伊哦，对众人爱有爱心，爱祖先爱开始教呢，爱好生，爱好认识个爱心是什么，爱帮助别人啊。从小就培养世界观以及对社会的关怀，相信带着善良成长，这群小幼苗长大后也能为社会注入一股温暖的力量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范吕昭，花莲报道。